另一个人呢，文辞经典，他一听啊夫来说这一部经，他自己啊信心不疑，一听啊他心里的就完全呢、啊、就是得受信心，一点点呢、啊、不疑，这个疑者就是疑物，疑物者不相信他的诽谤，信心不疑，他一听啊他心里完全的种着信真实的信心，没有一点疑会，所以嘛他没有诽谤的心。提夫圣彼说、啊、他这一点文辞经典信心不疑，这个人呢他得到的福报啊是有多大呢？圣彼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处于分合啥能神不虚，于是无量百千万亿也一神不虚，他说得的功德是无量无边之大。可是啊我们这个人呢能不在这一部经典上的，你能的一听说你能心完全的真实相信，一点点的一回来呀、啊、在不相信的这一种回报统统没有，完全相信你得到的福德呀、啊、圣彼，比他这一个善男子善女人以神命不虚百千万亿也神命不虚，这种功德还没有我读这个经典这种功德，他还不如我们这个还超过他的这样的功德，何况数千受持读诵，说是我们这个文辞经典信心不疑啊，我得到这个福德已经超过他这一个无量无边生命不虚，何况我们才能来写这一部经，来呀、啊、受持再来信受来呀、啊、奉持这一部经，并且呢这个就终于来读诵，读诵受持读诵还不算，而且还有为人解说，说不但是他自己得度，并且叫人家统统得度，说须菩提呀、啊、你要知道这种啊道理一要言之是应又不可思议啊，我说这个道理啊说须菩提你自己要知道，知道什么呢？我简单的告诉你说我这是讲解一个这要很简单的很重要这一点点告诉你，是应又不可思议，说这一部经的功德呀、啊、无论什么人你没有办法知道，没有办法用你那个思虑来考量这一部经究竟是怎么回事情，没有一人能知道的，这是这第一就是说不可称量，你没有办法来呀、啊、是说他是怎么样是什么情形，是有究竟有多大多长，不可称量，不可这样的称量，无边功德，这种功德实实在在是没有边际的大功德。如来为法大圣者说，为法再上圣者说，说是如来佛说啊，这一部经啊，不是简单说，完全是为法大圣者说，为的呀、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发这一个大菩提心，完全发这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的这种大。大心福啊，就是为的这种人才说的这一部经，为法的再上圣者说，这样一说呢，这底下又有一点的诗人的心里的又有一点个一点个就是一点心里的又一点疑问，所以呢夫呢又起来说，又在假人呢又是来说重复说一句，夫说这一部经不但是为法大圣心的来说，而且是为法再上升的说再上升的这种人呢，他是啊这比这个大比这个法这个大圣菩萨心呢还有高一级，这种情形是说嘛，无论是怎么样这底下就是再来呀、啊、来解释这个文义说是、啊、以这一种啊调量神呢来呀、啊、受其说这个这一种啊出生的功德超过神命不虚这样多，这是也来显现的这个金刚波耶无住的功德，这个波耶你要修这一个无住之心呢，你得到这一个波耶的功德呀、啊、就有啊这种啊
这种的不可称量的说，因为这个仪呢有三分，在一早晨就分成啊陈色这一分，中午就是五味分，后下午呢就是神游分。是这样说，每一三分各用恒河沙神许，可谓啊惊叹之境界矣。说每一天呢分成啊这三分，这三个时间，每一天都有这个三种啊三种啊这种时间，各用恒河沙神明，每一分呢它都是用它这个神明如恒河沙那样的多，这来布施。这种性发这种心，这种布施，可以说在布施之中啊，真是可以说它是真正的是精进，没有再比它再高尚的、再精进的。然而不为一义两义，于是第一而言，说是这种布施啊，不是说一天两天的布施，他这种布施说第一为而言，他说什么？积到我这一天两天已经积聚到成结束，这个结束就是无没有啊考量的这一种长时间，而且人以为百而百，以至于无量百千万亿劫，就是于是一天两天累积起来成结，而且这个结再来累积呀，以至累积到无量无边百千万亿的结束。可以说这种啊说法，可以说他这种神明不虚，真是啊不可思议，究竟有多少时间没有办法说。而况一一三分，并且还有说每一天都有这种三分，皆以恒河沙身而为不虚，此在内财之事，福自难量。虽然呢，这样的功德呀，不过是内财的布施，完全是他一种啊财宝的布施。他不是啊，不是这一个经典的这一种啊，这一种无助的理想的无助的形式，不是这一个金刚般若的布施，完全呢是一种有相的布施。这一种有相的布施啊，这个福啊已经难量了。你可别是说这一个无相的这个般若的这种布施呢，那更不要说了。他这个有相的布施，当然这个福是一定啊没有办法来形容了。那你再用这个无相的布施，那还了得？这个福分不知有多大多小，简直就没有办法说。这种长时间呢，说起来也有小的时间，也有中的时间，也有大的时间，也有盖成福是增减之不同啊，说是盖成福是者，就是说这个凡夫的境界，盖成者就是一种啊这个草盖这一种啊兴趣，福是者你就是说来呀、啊、扫这一个石头，看他能扫去多少这种时间，说这种时间说上也有时间是增的多，有时间还有减少，有些不同。你要来比较这一啊这一种布施啊来说，这种啊言犹不及文殊经典。你虽然呀这一种布施相当大，你鼻子你要比较起来来闻听这一部的经典，博也无助的这一种意义，一念性现前者，此啊是啊。这里的是说无疑的，没有无疑的心，没有诽谤的这一种方法，而不疑的是虽说这一个文字不也，而且铸造这一个无助的意义，不生一点诽谤心，知此知福，一生神许，就这一点点的功德呀，这个福分呢已经超过了神命不百千万劫神命不许的功德，何况受持读诵，那再比你再能天上一游来信受奉持这一部经来读诵，为在为因点
来说，所以说你这个受其读诵的是自利，在文人点说这又是度生利他，证明啊一文现缘福上超过恒河沙命不息，何况二利俱弊之间，所以你自己的能这能啊一文呢、啊、你心里就能啊现受奉持，你完全一两一回都没有，完全你心的回望的心通通没有，你能福德呀超上了恒河沙生命的布施，何况你在那个二里你自己呀超生死成了福，你再来把这个经再来说给大众听，叫大众啊也去成福，通通跟你一样，哎，这黑烟舒服遇难交易，说你这种啊二力俱弊，替你得到这一种的福德呀、啊，遇难交易，简直就没有办法来跟这个上文恒河沙这种比较，没有办法这样做的。嗯，这个现在呢，又是说济南呢没有办法比了，我今一天呢装一制药，所以说医药言之意味是具足赞叹终不可求，一罗而言亦有不可思议此不可言说，所以这个本经这个文艺嘛，就是说医药言之，我完全的跟你说，我得来呀讲呢这个最重要的地方来给你讲讲，不要啊长篇大论多说。嗯，这个医药言这一点呢，这是说啊，学具啊，完全的意味啊，第二些我来呀、啊，具足来赞叹，我凭着我这一种智慧来呀、啊，称赞他，来呀、啊，赞叹他这种功德，终不可穷，永远万事也说不尽，没有办法说尽。我这一大罗呢，再来说呢。也有不可心思，一照一简单的要义说不可不可穷，这是大罗来说呢也是啊不可心思，我这个心呢没有办法来啊思考，不可言义也不可以用言辞来说，言辞语言造断心性出灭，没有办法开口地方，不可以多少成，也不能说是我究竟得这个功德有多的有多，说这是少，也不能这样说，也不能说我这个功德是有多长，说这有多短，也不可以这样说。说啥？这个，这是说应知预测内事，虽事大事长，乃福感有漏，苟能随顺波也，则自他举例，着皮是无漏法事之。这是不可言说，不可心思，不长短大小，通通啊都是没有办法的计量。那就是怎样说呢？你应该知道，于此内时啊，虽事大事长，乃福感有漏。虽说是你生命不息啊，完全都是一种有相的布施。这个时间呢，无论是怎样长，怎样的大。统统啊，包括也大，时间也长，乃福感有漏。你完全呢，你得到的这个福报啊，完全是一种有漏的业报。嗯，有漏的业报，那就是说，你今天得到这一个有漏的业报，虽然享受了，你这个有漏的报是无常的，仍然这个这是啊，有生的有灭的，这终后它还是一种毁灭。你呀、啊、还得要堕落，你该不要是说随顺波也，说是这个耀眼的这种波也，金刚波也，你能啊听一听说，你不用费心，你完全呢一心清净显受，完全显受这个波也，你心里呢清净心，没有一点考虑，没有一点呢回报，清净心来接受。自他俱利，说是你自己成福，而且你自己再来对人家讲，听你讲的具足成福，统统都能成福。着证菩提，说你证到这个福果，就是和那陀罗三藐三菩提无上至高至上这一种啊功德。
是无漏法事之功，你这种是圆满无漏，是永恒万事是成佛，没有说你还有十年再能堕落，永远万事没有，这是永远万事就成佛。体可一漏生死之身较量，你这种功德怎么能跟那一个恒沙神明去来相比呢？ 它是个有漏的嘛，谁要是那样的功德，那样的大究竟它是一个生死成嘛。我们这一共是无漏，是一种法身，永恒万事成佛去嘛。这是说，如来为法下称上而言，为此经啊，完全具不可思议的功德，以为法大声心，说之不尽。 要说为法再上升的心，说就不定。要具这个体现论上说啊，这个体相用，浮空烂圈是无疑啊，再上升天去。这个体现论这一部经呢，它是说为什么佛说这一部经啊，这个相用这样的大，是成为这个再上升呢？因为这里头啊，它用这个三大，这一体。 一相一用浮空烂圈，这个体界就是般若，金刚般若这个真体性，这个无相的这个实相般若的这种体性，相界就是说这个上文说的这种形象，就用界就是一种大用，这个大用界就是了脱生死而成佛这种大用，可是呀。 这个体相用合起来，这是个功德，这个样浮空烂圈，又空把这个众生啊，和这个当时这一个空生啊烂圈，他又跟这个平常开悟了这种智，这种聪明啊，又弄不清呗，又是啊，分成一个，这说一说呢，又加这一个再上升。 所以说，再上升者无可比喻。你无论是怎样说，你没有比这个再高的。所谓的，说为说这个再上升者就是一福生，没有第二生。一大生在同手非小想大见给人也，再上升在是不利给人愿等人也。 说是这一大乘心来说，大乘者就是通通啊修这个大乘佛法。你比方现在来说，我们这佛法分成大乘与小乘，小乘者就是这个东南亚、古俩、出去，一本汉族跟我们中共这修的都是大乘佛法。你比方越南呐、泰国啊、什么马来西亚、什么缅甸，他修的都是小乘佛法。 现在来说，这个呢，这个大乘啊，通通啊都修这个，并且就是小乘的非小想大，也要去修这个大乘佛法。这种说，这是一种渐进，渐进这是说它渐进，它不能一停嘛就能啊修成大乘，它这是慢慢的在你的推起，在你的用功，一步一步的向前进，这个渐进的这。 这一种根基的人，再上升的呢，就是说他一听啊，不用考虑，他那个心随时的就变成是最高无上的这一种大心。所以说，他就是圆满的因，一听啊，这是圆满正朝，圆满正朝，如来的，问他这一种凡夫的身份，一听一说，他那个心随时转变，即时就正朝成佛，这是一种上根的人。 现在呢，这底下又去啊，光说我们这个读本经的，说到这一个福德，证明这个，并且呢又说啊，这底下我们光说的功德，自利利他，统统的你把这个经典的意义啊，完全都说明白，让众生听到了，容易解读，容易了脱生死。 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言说》，如来悉知是因，悉念是因，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于是因等即为何等？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第一呢，说。
约翰要有人能受持读诵，他能啊，真能啊，来献受本经这样的功德，而能啊，奉持读诵这一部经，庄严因说，并且再要时时刻刻的来弘扬这一部经，多多的来对人家来讲这一部经，庄严因说，如来悉知是因，说让这个人呢、啊，完全就成了这个如来佛一样了。这个如来佛啊，就知道这一种人呢、啊，悉知是因，悉见是因，并且知道这一个人，而且嘛。完全有见到这个人，见到习即习见这个人是什么呢？该得成就，不可量，不可成，不有变。所以说这个人呢，他一定啊能成就的不可量，没有办法来呀、啊、体量的，究竟他能成就是多么大，不可量，不可成，也没有办法来称颂他说。无有变，他得的功德没有边际可以啊。看见也不可思议，也不可能啊用你这个心思来考量来思议他的功德，没有办法说。于是因等像这一等因呢、啊、即为何大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这一这一等因呢、啊、他完全呢何大如来的家业，说、啊、如来佛啊他这一个度生无相的这一种功德呀、啊，就度了多少无量无边的人都去成佛啊，就如来佛啊他因于灭了他这个家业，这个功这种家业谁来承担呢？就是这个人，就是庄严受持读诵庄严因说这个人，他就能何大如来的这无上多罗多三藐三菩提这一种无上的家业，都是他来承担。这第一年注解就是说，劝持庄说一向功德，完全就是来劝导人家来受持这一部经，并且来多多的来演讲这一部经，来显现呢他所得的功德。此经即为大乘因说，焉能受持庄说，具二力之德。既然呢说这一部经是为了大乘人呢，有根基深厚的人呢来说这一部经，但而且这个人呢能受持这一部经，又能庄说这一部经，具二力之德，他自立又能立因，这种二力的这种功德呀，这次因以大乘因矣，说这个因呢完全如来悉知悉见，悉知道这个因，悉见这个因，一定就是一个大乘佛法的人。言庄说这语音非之一二，语经非之四句，所谓呀、啊、像调音庄重之中，见大法庄普世般若法语，所以说这第二个本经又说是啊，这个庄严因说，这庄严因说这意义，就是说语音呢，不是说一个音，也不是说两个音，在这个经来着演讲这个经，不，而且非止四句，也不止，就是说四句偈言来说的。这是说所谓像调音庄重之中见大法庄，说这种音呢，它是在约在这个音多就给一种读序的表迷的音，就很多的音庄重这一种大众多见大法庄，在这里的在这个北万阴天的音大众的音来开讲这一部经，普世般若法语，他这种普遍来布施这一个金刚般若的这一种无上的这种法语来度生。